哎，我说，你们村也太夸张了点吧，完全没有根据的谣言啊，传得跟真的似的，再传下去，孩子都要拜满月酒了吧？村里还不都是这样，今天说你家，明天说他家，听风就是雨，一句话传来传去，再添油加醋，早变味儿了。孩子们都去小院看你了，多好的辟谣机会，你怎么不解释啊？我解释什么呀？我一解释，他们不就知道我是谁了吗？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之前阿远冤枉你的时候，你不是气得恨不得跳起来打死我们兄弟俩吗？哪有那么夸张啊？现在你有机会解释了，你又不解释。我解释什么呀？我过阵子不就走了吗？给转来了，来坐。杨宁哥，两瓶可乐。好嘞。还没烤好，你聊什么呢？大辽，李红豆倒是走得干干净净了，留下我怎么办？你不怎么办呀？该怎么办怎么办呗。红豆，你要走啊？嗯，不是现在。那什么叫留下谢总怎么办？哎，我跟谢振瑶的事儿，你还不知道？你们俩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许红豆，你这就有点亲自造谣的嫌疑了。什么谣言？现在村里都在传，红豆是谢总在北京的前女友，现在呢追过来，两个人不仅复合了，还马上就要结婚。那你俩结婚吗？你说结吗？我觉得。你们俩也不是不行，你们俩具备结婚的硬性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未婚。哦，你不说我还没发现呢，真够硬的哈。真的，言情小说里有一个类型叫先婚后爱，很多读者都爱看的，很甜的。哎，你别叹气了。我这不走了就好了吗？坚强点啊！你怎么能走呢？你要是走了，那村里面马上又得传，谢总的女朋友因为无法忍受乡村生活，再次抛弃谢总离开。哎，你说的这个有道理。哎，许红豆，你太坏了，太……我这以后怎么找对象啊？我跟你说，一个女人如果因为你被抛弃了就嫌弃你，那不值得托付终身。有道理，是吧？哎，这是加辣的，这是正常辣。这些是一点辣椒都没放的。谢谢老板。以后你要是真的跟阿瑶结婚啊，在我这儿吃烧烤免单啊。还有这么好的事儿啊？我都不免单，你给他免单。我给谁免单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管好你自己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明天我不去店里了。嗯，为什么？玩儿。跟谁啊？他俩。嗯，明天我也休息。我们家大麦老是宅在屋里，谁叫都叫不出来。现在好不容易主动提出想要一起出来玩，我们当然要满足他了。嗯，玩吧。The song will rise and fall.
色上啊不够亮丽，整体啊显得太素雅。那咱们就做个烫银吧，质感好。镂空的，就是腰封啊做成镂空。这盒子还是素的，我现在做个效果你看一下。行行行。喂，阿哥，怎么了？好，你先别着急啊，马上过来啊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你们先忙。啊，不要激动，这个钱呀，就是早晚的问题，一定能解决的。就咱们现在把这建好的民宿拆了，咱们是不是也白费了？现在说停工就停工，还欠2个月的工钱没发，现在老板人找不到了，我们怎么办？老板给我打过电话了，他正在筹集资金呢。啊，好啊，让他赶快把工钱结了呀，对不对？工钱，工钱，吃饭呢？村里不管吗？不是，你们去过村委会，你们也知道，书记跟村主任今天出去开会了，这村里不是不管呢？别打官腔，给钱！现在还钱，阶级第一！对，还钱，还钱！阿瑶来了，听阿瑶怎么说。咋都围着小黄啊？这对一个女孩喊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哎呀，有问题解决问题。来来来，阿哥抽烟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抽烟。阿哥，您一个电话，我放下一摊子事儿跑过来了。咱有问题解决问题嘛，别生气，好不好？阿瑶，这老板跑了，可是工钱还欠着呢。是，工钱的事情一定给大家解决了啊。这老板呢也投了100来万在这个民宿上面啊，剩下的这也值几十万，他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你看这多少钱，工资才多少钱啊，这不可能扔下不管啊。那就先给我们发了呀。对呀，把钱发了呀，发钱呀，发钱。好了好了好了，等。阿瑶，这个民宿是你挑的头，是黄欣欣做的保，这事儿你不能不管。按说少发1个月的工钱我们都不干，可之前老板非常不错，我们呢也体谅他的难处，就算是工钱发的慢一点，我们也还继续干活。现在就算他去筹钱了，那我们还要等多久啊？其他的活我们还要不要接？我们等还是不等，连个准信儿都没有。是这么个道理啊。之前机场那个民宿给的价钱就比这个高，你说的这个工地离家近，大家伙都能够回家，而且呢也是为了咱们村以后的发展好，我们都觉得对。可现在老板跑了，工钱还欠着，你说怎么办？阿哥您放心啊，我和小黄赶紧给大家去想个对策，晚上我去找你解决问题，好不好？我知道大家所有的顾虑啊，也都没有错，但大家现在围在这个地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好不好？我们赶紧想出对策，把工钱给大家解决了，您看行不行？阿瑶哥当大老板的，就是会替老板说话，就是要把我们哄回去，不让我们闹事儿。大家都是想好好来讨工钱的，怎么到你阿全嘴里就变成闹事儿了呢？这电视上啊，讨薪的，不管是去找政府、找记者，还是打官司，都要些时间的呀。那你们现在倒是给钱呀！哎，阿叔，是阿瑶和村里欠你钱吗？还包你！阿叔，你别提阿弟，他这干了活没拿到工钱，心里不舒服，这都能理解的。是啊，这换了我也着急。散了吧，啊，都散了吧，在这儿待着干什么？这么热的天，今天的钱照样发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好吧，等通知，等通知，好不好？走了，回家。大家伙都散了吧，啊，回去等通知，散散散，走。抽烟，抽烟，快快快快快，散了！回去等通知啊！阿哥，抽烟，抽烟。阿瑶，我信你，啊！哎，
哎呦，你别喝这么着急。我可真太寸了，我就赶着书记跟村主任不在，我给村主任打电话，他老人家叫我过去看看。我去了之后又不听我说，我就这一张嘴啊，我对着十几张、二十张嘴我说得过来吗？我现在简直口干舌燥，嗓子冒烟。这个民宿老板怎么回事？他不会真黄了吧？ 我给他打电话了，他说他正在筹钱呢。哎，他花了这么多钱建房子，他就算真的破产了，他总得赶紧回来想办法把房子转出去吧。这个地方可没这么好转。要是韶华书屋开在这儿，就好转了。你那个学摄影的师姐什么时候过来？他说他拍完一个短片之后就过来。 行。哎，你家许红豆呢？出去野了，不是什么我们家的。你都快结婚了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。小琴，嗯，怎么了？你二爸又说你了？ 阿瑶哥，你微信上说村里传你结婚都是谣言，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呀，叫阿瑶叔。那你跟我结婚行不行？当然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是嫌我读书少，又没学一门手艺，是不是？小琴，我上初中的时候你才这么点大，我还抱过你呢。 后来我去工作，每年过年回来还给你发压岁钱，你记不记得？有些男人不就喜欢小一点的吗？电视上有些男明星都比老婆大一轮呢，你说是不是，星星？是是是，但你阿瑶叔啊，他喜欢年纪差不多的，有共同话题吗？什么共同话题？在一起久了，不就什么都共同了吗？ 这个共同话题呢，它不是在一起久了才有的，这是思维层面上的一种精神上的东西。嗯，知道。阿瑶哥，嗯，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嗯，我去学刺绣的话，你考虑我吗？不考虑。行，那我也不考虑你了，有人追我呢。 还有，请叫我 Candy。拜拜 ，Candy。Candy， 我跟大侠说了，把我们村周围正在施工的工地整理了，发过来给我们，我们挨个去问一下。行，走。听落雨飘进寂静的森林。 夕阳之下，远远的风景，屋檐的水滴悄悄地隐于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，云朵的倒影，月色的缺，满天的繁星，迷失的脚步。 长夜的流星，风吹起的时候万里无云。阿红，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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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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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欢迎光临。哎，这边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小院的三朵金花，娜娜、红豆、大麦妹。你好。 这是我的好朋友小麻雀啊，这个酒吧就是他跟他老公开的。平时我们聚会都来这儿，喝喝酒，啊，吹吹牛，美滋滋的。好，你慢慢玩，我去后面准备一下啊，谢谢啊，辛苦啊。哎，你们看看喝点什么？
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毕竟你才过了28年，以后的路都是花路啊。周晴天，你的未来都是晴天。毕竟你才过了28年，以后的路都是花路啊。周晴天，你的未来都是晴天。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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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快点快点啊，许愿啊。哦对，1 2 3，我看过你的身份证，本来我们想要跟你过一个生日的，没想到你先约了我们俩，还什么都没说，所以我跟红豆干脆决定将计就计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，然后给你个生日惊喜。我给你大麦妹妹生日快乐。哟，黄老师辛苦了。哎，不辛苦不辛苦，辛苦。胡老师，谢谢你。这不用谢啊，咱们住一个院儿就是一家人，这不客气。胡老师，我敬你，我干了。哎，哎呦，哇，这孩子，那哥哥我也干了。那我明天让工人们过来，谢谢您了。行，我们几个工人请假去参加歌会，又缺短工。再次确认一下，工资日结。您放心，日结。好，行。哎，您不用送我们了，您快忙吧，快去忙吧。哎，好好，哎，那慢走啊。哎，再见，再见，谢谢了，拜拜。好吧，请你吃饭。啊，不吃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我们院三个女孩在外面喝酒，我得去接一下。行。一首《再回首》送给我的朋友们。回首，云遮断归途。再回首，荆棘密布。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，曾经与你有的梦，今后要向谁诉说？再回首。远走，再回首，泪眼朦胧，留下你的祝福，寒夜温暖我。不管明天要面对多少伤痛和迷惑，曾经在幽幽暗暗、反反复复中追问。直到平平淡淡、从从容容才是真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。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红豆，嗯，说咱俩老了，谁呀？就老了的样子。不是，我是说咱俩老了还能像现在这样一块儿吃水果
一块玩吗？能啊，还能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呢。那我要去蹦迪，到到古治书中。那我给你买盖票，我给你买染发剂，我给你买拐棍儿，我给你买轮椅电动的，这么大方呢？那你孙子的学费我包了。哟，大方呀，红豆奶奶。那先替郑小宝谢谢你了。郑小宝啊，哎，你们才交往两个星期对吧？叫郑小宝，你羞不羞？你讨不讨厌？不许瞎说，不许瞎！哎呦呦呦，我都不瞎说。瞎说就实话实说，好吧？不许你这么说，不许，不可以。再回首，恍然如梦；再回首，我心依旧。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。没醉，没醉啊！嗯，好好好，没醉没醉，走吧，走吧走吧走哪？谢志要来接我去了。他为什么要来接我们？喝多了，太好吃了。得你俩扶好他，哎呦，慢点慢点慢点，我垫后啊。嗯，我爸不让我找外地的。不找外地的，不找外地的，他喝多了。哎呦，每年过年家里亲戚聚在一起，就说要给我找一个，生两个崽，生两个崽呀。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，还让我生两个崽。哦，小心，然后我哥更是追他，发暴气，他直接把那个男的带到我们家里来了。这边，这边。哦，天哪！我一起床，蓬头垢面，我没事，我就看到客厅里有一个男的穿着西装，打着领带。啊，这不是住进的成分都一不是，怎么喝这么多呀？他们说喝鸡尾酒。有后劲儿，我蓬头垢面，牙都没有刷，怎么可能会有癌症？你这姑确实对你挺过分的，我们先上车。先生，可是搞爱情，这搞爱情不要出门的呀！一出门就奶茶店，一出门就奶茶店呀！那个七八月的天气，像个火盆。胡老师，哎，上车上车，知道吗？约会就去奶茶店。熊子，上车。
他跟我说什么吗？他说他一个月赚一万，他说，那你写网文赚多少？说，我说我也赚一万呀。你知道然后他说什么吗？他说给他妈把安全带系上。把你的账户给我。熊呢？把安全带系上。我把我账户给他呢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把我的账户给他？安全带系上。不就离谱吗？哎呦呦，嘿嘿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你们没发现许红道也喝多了吗？那你赶紧跟他玩真心话大冒险。还没有到那种地步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是熟悉一下，聊一聊啊，顶多做个朋友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跟我说让我找一天天气好的时候搬到他那里去住。我为什么要搬到他那里？他把他的衣柜折出来一半给我，让我不用用。我跟他不是。我都跟他不熟，好不好？天必须要给我下雨，这一年到头都给我下雨，听到了吗？胡老师，我后座有个毛绒玩具，你递我一下。好。没事没事。你桌上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小葫芦落下的。就喜欢像你这样化妆，来来来，我觉得这样说多，我都笑了呀，我都笑了，然后我买了一个手办，你又猜多少钱？2800。这么贵啊？贵吗？浅浅的买了2800的手办，贵吗？浅浅的买了。那你跟他玩真心话大冒险呀？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呀？吓我一跳！你都不知道，那条熊想说跟我要分手，他要跟我要奶茶钱。他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他把我那个奶茶钱，他都是用了优惠券的，你知道吗？没付钱。当然了，但是我来说什么公交车钱我都不算你的。后来我爸就逼着我出去跑步，把我全部找到。大麦就是平时不说话，憋的呀。哎呀，啊，凉了。哎呀，我妈也这么说。所以说啊，你平时就应该多跟我们聊聊天。啊，舒服。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喝醉了，我们都不知道你那些亲戚啊，你姑啊，你那个相亲对象啊，你一个手办2800，还有你爸逼你跑步。啊，舒服。我再也不喝酒了。还有红豆，啊，红豆更好笑，坐在那里一直哭，再回首，然后单曲循环，然后就一直哭。对了，那个被哭湿的毛绒小兔子是小葫芦的，你记得洗干净了以后再给谢总哦。啊，好想回家。香肠。你干嘛呢？把衣服收了。啊，你别收了，先吃吧，要不然一会儿凉了。行了，你甭管我收吧，我吃完自己收呗。你就别管了，这么多衣服。妈。阿姐，你别说他了，他又不听你的。你别说阿妈哈。你听我的吗？我是不是跟你说了，没事的时候别老联系罗全啊？我没联系他，他老给我发微信。他也给我发了。你们一直回，人家当然一直发了。你们要不回，人家还发吗？我没给他回啊。那你给他朋友圈点赞。他给我点了。那你能不能把他屏蔽了？我也没什么可保密的，我屏蔽什么呀？你们不能再把罗圈当成一门正经亲戚走了，人家以后是要结婚的，老跟前妻一家打得这么热络，以后人家老婆一家怎么想啊？表面功夫也得做一做呀。你做过了。阿妈，你是不是生气了呀？没有，阿妈没生气啊。那你为什么这么暴躁呀？
二妈没有暴躁，就是说话声音大了一点。你好好吃饭啊。罗全，我是不是跟你说了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？你听不懂吗？妈，我以为是罗全呢，您怎么没用自己电话给我打呀？懒得去拿了哈。那个，您要不要跟小葫芦说话？来来来，葫芦葫芦，奶奶奶奶，快快快！奶奶，我们吃早饭呢，你想我了吗？也不用想我了，我阿妈说放假了就送我去你那里，我今天有应酬。还有应酬？我的好朋友虎子过生日，所以中午我要去应酬。红红要回广州，提前给孩子过生日，你瞧他比孙主任还忙呢。好，我给安排。还有我呢。哎，淑玉啊，啊挺好，你们也都挺好的吧？啊，你怎么不用你手机打呀？肯定是让阿妈劝罗娟出去相亲去，真有意思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错了。你以后别老跟他联系。啊。小春姐，怎么了？啊？怎么了？你的脸上有一种那种庙里夜叉雕塑一样的黑气。哎。一堆乱七八糟亲戚家的事儿，你们特别不让人省心的亲戚，总给我们家打电话，连他相亲的事儿还得让我阿妈去劝，我真是一言难尽。哎，那说明你们关系好嘛？只有关系好才那样呢。谁要跟你关系好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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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别别。还有一份讨要没做。这个就是娜娜工作的咖啡馆，很舒服的，所以我没有不出门。我出门，昨天红豆和娜娜还陪我在外面玩了一整天呢。哎，你们女孩子怎么到酒吧那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去了？没有乱七八糟，胡老师是我们院特别有才华的一个歌手，那个是他朋友开的清吧，就是专门天天唱歌的地方。娜娜来了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爸妈。哦哦，Hello， 叔叔阿姨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娜娜你好，谢谢你啊，还记得帮我们家晴天过生日。不客气，大妈一直都很照顾我，晚上总是做宵夜给我吃。还晓得照顾人呢。我特别会。娜娜，平时她会出门不？啊，出门。你个矬把子，你会出门？嗯，他出门的，我总是拉他出去玩。嗯，行了行了，咱们就说这儿吧，我就写稿了，你们看看视频就行了啊，我挂了。你写一个小时稿子嘞，就起来活动一下，做一下眼保健操。我知道，我都有在做。还有啊，人相聚就是缘分，人生中能对你好的人都是你的贵人，可遇不可求，你们好好相处，别闹矛盾啊。嗯，周老师，我知道了。我也知道了，周老师。行，再见啊！啊，那我挂了啊，拜拜。啊，终于下课了，赶紧吃吧。来，娜娜，啊，啊，我先过去了啊。啊好，啊娜娜，嗯，怎么了？以后我要是有空的话，我来接你下班吧。就我爸妈说的，我确实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。这是话术吗？能有空吗？我会尽量克服，尽量有空的。真的假的？
真的。你知道风是怎么样形成的吗？温暖的空气向冷的空气流动，让冷的地方就会热起来，等冷的地方热起来，它就有义务再向冷的地方流动，形成新的风墙。什么意思呀？这跟风怎么流动有什么关系？我是说，你这股空气流向了我，我这股空气也准备向你流动。我会对你好，更好。那我向你流动了，我们两个的温度就是一样的了。你要怎么再向我流动呢？傻瓜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谢谢你，我也会对你更好的。去忙了。马上下来，没事，不着急，慢慢收拾。不着急，慢慢收拾。那你打个窗户啊，先生，先生。走啊。才睡醒啊？没有，洗衣服呢。哦，行。吃饭了吗？跟娜娜吃的早餐。你笑什么？啊？我就是这种微笑唇、天生喜庆的长相。那你可想好了啊？长得喜庆可就跟村草没什么关系了啊，人设只能立一个哦。矮脚马王子听着本来就很喜庆，好不好？跟你说说仓库的人员啊。先说凤仪的问题。凤仪呢是客服，她为人比较正直，又特别心疼东西，有些骨子里的东西吧，确实很难改。那你就不要让他做客服啊，让别人去做，让他发东西发货不好吗？客服呢工作时间长，每天下班了还得发消息，但确实啊比其他的工作工资更高一点。他当时为了争取这个工作呢，非常认真的在练习打字，后来呢业务能力也熟了，最主要吧他非常的认真敬业。不是我说其他阿婶阿姐的坏话啊，几个人加起来都没他一个人能干。哎呀，没见过哪个当老板当成你这样的。村子里就这样啊，动不动就说啊你小时候光着屁股到处跑的样子我都见过，细数你种种童年黑历史啊，一点威信都没有。行，我就试着帮凤仪洗洗脑。你可以的，许经理，我相信你啊。尽力而为。天喜，没事吧？徐经理，经理，我过来看一下这个。说是不好吃要退款，你看你这能退吗？看，退一半。退一半？客人不满意，我们就做到让他满意为止。我们不能做赔本生意啊，经理啊。凤仪啊，这个做生意啊，本来就是有赔有赚的，我们本来就是应该从客人的角度
出发去考虑他们的需求。其实退货好说，我们有退货险，只要商品没有问题，它就可以进行二次售卖。我看了一下这些评价，其实大多数呢都是说退款难，包装不太行，还有就是快递呢把货放在了寄存处，没有通知客人，还有就是说不好吃。啊，你觉得不好吃，他觉得好吃，我就没听说不好吃就可以退款，这是太过分了。凤仪啊，这个客人一旦不满意啊，评价就会很难看，它会影响我们新客人的进入还有复购率。如果咱们售后好的话，就算他这一次不满意，那下次他可能还会愿意到咱们这儿来买。评价上呢也会说我们售后好，很及时，基本上好的服务呢它会是一个良性循环。那胡搅蛮缠的客人呢？那还是极少数。我们的服务的目的啊，就是让客人满意，客人满意了就有下一次了。那红豆姐，你以前在酒店做经理的时候有遇到过特别过分的客人吗？什么客人没碰到过啊？有一次啊，给客房打电话退房，这客人脾气大了，直接一杯冰咖啡泼我脸上。还有一次，一个蚊子进了房间里，被一裸体的客人指着鼻子骂了一个小时。全裸？不是，怎么这样糟践人呢？那也都能忍吗？对呀。许红豆。哎。有高度，经理就是不一样。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，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，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，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。神奇悄然无声息，等海鸟轻轻声唤起涟漪，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，等有风的时候把帆扬起，云朵的倒影缺一满天的繁星，迷失的脚步也慢慢被抚平，四季的光影我看见划破长夜的流星，风吹起的时候万里无云，旅途摆神奇悄然无